真香啊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这里啊是咱家小伙伴小颖今天挑战一天只吃各种煎的食物。那不用吃了，我都多煎了。别臭美了，咱家小伙伴说的是煎煎。哎呀，煎的食物你咋这么笨呢？你这么说我不就知道了吗？安排早饭先给小胖来一盘外焦里嫩的煎牛排。哇塞，啊，太棒了！然后再给小胖来两个煎蛋。午饭给小胖来个煎肉。香喷喷呐！到了晚饭，就给小胖来一盘煎饺。这下吃的真是太解馋了。